虎扑10月18日血鹈鹕今日在客场以131-112击败火箭。鹈鹕球员安东尼戴维斯本场比赛得到了32分16个篮板，这是他连续第三个赛季在揭幕战中得到至少30分15个篮板，他也成为了连续在揭幕战中砍下30+15次数最多的球员。2016-17赛季揭幕战，戴维斯砍下50分15篮板，5助攻5抢断4盖帽。2017-18赛季揭幕战，戴维斯砍下33分18篮板1盖帽。戴维斯本场比赛全场上场39分钟 ,16 投10中，得到32分16篮板8助攻3抢断3盖帽。